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十章一节，我保罗就是跟恁见面的事是秘密的，无伫恁遐的事对恁是勇敢的。现在亲自接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恁。二节，有人掠做我是凭着血气来行事，我也打算管伊着用勇敢对待这伙人，求恁唔通和我伫恁遐的事有安尼勇敢。三节，因为阮虽然伫血气中行事，却唔是凭着血气来交战。阮交战的气躯，本唔是属血气的，乃是伫神的面前有气力，通来攻破坚固的营寨，将各项的计谋。各项阻挡人认识神的遐个关键的物，一概攻破，佮将人所有的念头抢来，互伊拢顺服基督。佮我已经预备好，等恁完全顺服的时，才来揭发迄一切无顺服的人。七节，恁是看目睭前的吗？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，伊着佮家己想，看伊怎样属基督。阮也是怎样属基督的。八节，主所赐予阮权柄，是要造就恁，并毋是要败坏恁。阮就是为着这个权柄，小夸夸口，也无地教见效。我讲安尼，免得恁掠做我写批，是要威胁恁。十节，因为有人讲，伊的批阁沉重，阁有力，那是见面的事。身躯软弱，讲话粗俗的。十一节，这伙人就想，阮无伫遐的时，佩里讲的话是虾米款？见面的时，行事也袂虾米款。十二节，因为阮唔敢将家己甲迄个推荐家己的人同列相比，因用家己判断家己，用家己比较家己是无知识的。十三节。阮毋爱过分夸口，只爱照神所留予阮的界限留到恁遐。阮毋是搬过家己的界限，那亲像毋应该到恁遐的，因为阮先到恁遐传基督的福音。十五节，阮无靠着别人所落苦的过分夸口，但毋忘恁信心正重的事所留予阮的界限。就通因着恁搁较开店，也通将福音传到恁以外的所在，并毋是伫别人的界限内，用伊现成的事来夸口。十七节，但夸口的人得用主来夸口，因为得到接纳的，毋是家己而落的，乃是主所而落的。